从前从前，有一群快乐的小蜜蜂住在温暖的巢中，它们之间非常的友爱，彼此互相照顾，分工合作，共同的为这个大家庭而忙碌着。在这个大家庭中，有一个大家长，他就是蜂后。蜂后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生育宝宝，他在巢中的地位最重要咯，所以啊，受到所有成员的敬仰以及照顾呢。此外，在巢中还有不少的雄蜂住着哦，他们啊不用工作，不用忙碌，每天啊都是茶来张口，饭来伸手的过着舒服日子。他们唯一负责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。除了尊贵的蜂后、养尊处优的雄蜂之外，在这个大家庭中最辛劳、最卖力工作的就是这些工蜂咯。工蜂们每天都任劳任怨的辛勤工作着，为家计而怕表。他们或是在家里帮忙打扫、照顾弟妹，或是除粉酿蜜，为巢中大大小小的事而操劳呢。他们除了负责这些巢中的工作之外，还必须啊在好天气的时候集体带队到花上去采蜜取粉。这些花蜜啊是蜜蜂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哦。他们在采集后会吞入蜜囊中暂时存放，回巢后啊再吐出来。而在他们采蜜的同时，他们啊也会利用脚后的花粉篮搜集花粉，带回巢中储存。工蜂们就是这样每天忙碌着，为全体的生计而努力工作着哦。小工蜂每天啊为采蜜而辛勤工作，到了年纪大了还要负责担任警卫的工作呢。他们把守在大门口，对来往的蜂儿进行盘查验证的工作，一发现有蜂蜂想进巢中偷蜜的盗蜂，他们啊就会毫不客气地进行驱离，把这些小偷赶走呢。然而这些小警卫蜂有时啊也会碰上非常强大的敌人，像胡蜂，他们啊常会飞到巢口捕抓回巢的工蜂为食。这时候呢，这些小警卫啊就会毫不迟疑地进行抵抗。可是呢，毕竟体型悬殊，小蜜蜂常常因而不敌，被蛰而亡。但是啊，他们还是依然英勇抵抗，一点也不畏惧呢，直到啊把敌人击退才肯罢休。蜜蜂家庭就是靠着大家牺牲奉献、分工合作，才使得他们能够快乐幸福的在野外定居下来啊。好啦，小迪把这本书讲完了，好不好听啊？现在啊，你对小蜜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吧？啊，有有有有有。不过啊，我觉得有一点好奇怪耶。哦，什么好奇怪啊？胡蜂不也是蜜蜂吗？泡沫为什么要找小蜜蜂的麻烦，抓他们来吃耶？哎，你完全搞错了。胡蜂啊，并不是大一号的蜜蜂哦。他们之间啊有很大的差别哦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又在吹牛吧？我看胡蜂明明是大一号的蜜蜂，长得那么像，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哎，我说他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长得差那么多，怎么看也不像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很像啊，不然我们就来打赌看谁说的对。好，正好胡蜂啊我可是最近才研究过的哦，要打赌啊就来打吧，我啊可是赢定了。嘿，那不一定哦。对啦，要赌什么啊？我们就赌啊，就赌谁输了谁就要写我是杠子头500遍，好不好啊？好啊。不过啊，什么是杠子头啊？就是像你这种啊不懂还要跟人家辩个没完的人。好啦，我现在啊就搜集资料，让你没话讲，准备罚写吧。好，小佳，我现在搜集了这么多资料，不由得你不信我的话咯。
到时候啊，你认输了，可不能再赖皮咯。哎呀，不会啦，赖就呼一点技术，数骂难追咯。好，那我现在啊，就翻书讲给你听哦，看你啊，是服气还是不服气。书上说，胡蜂啊也和蜜蜂一样，同属于膜翅目的昆虫。不过呢，它们的习性和外形却和蜜蜂有很大的差别哦。我们啊，现在就来看看胡蜂吧。胡蜂就是我们常说的虎头蜂、黄蜂或是大黄蜂。它们的长相很特别，它们的复眼啊非常大，头顶上还有三个单眼呢。而它们的触角就长在复眼旁，是西状的触角。至于它们的嘴长了一双强而有力的大颚，能够咬断植物纤维，同时呢也能把猎物嚼碎哦。而在大颚的下方，胡蜂啊还有一个能吸花蜜的口器。由于它们的口器是又能咬又能吸，所以呢被人们称为举吸式的口器，非常的特别哦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们的翅膀。胡蜂的翅膀是两对膜质透明的翅膀，后翅比较小，而且上面的翅脉也比较少。它们的飞行能力非常强，飞得快而且飞得远，算得上是飞行高手呢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它们的体色。胡蜂的种类非常多，可是啊体色都很相近，主要呢为黄黑相间，有些种类啊则全身是暗红色的。它们的体色为什么那么相似呢？在上几集的节目里啊，我们就曾经介绍过了，那是因为互相拟态的结果嘛。它们这种体色非常明显，是一种警戒色哦，使认识它们的天敌看到这种警戒色就不敢轻举妄动，因而躲过许多不必要的危险。而天敌为什么会怕胡蜂呢？那是因为胡蜂在腹部末端有一根遮针，这个遮针啊是由产卵器所刻画而成的哦。遮针基部连着毒囊，蜇人时毒液啊也会注射入内，造成被蜇者的伤害，所以呢胡蜂啊是人见人怕的杀手哦。小佳，经过这么仔细的介绍，你应该看出胡蜂和蜜蜂外形上的差别了吧？没有啊，你说了半天，我还是觉得它们很像啊。你呀、啊，那我只好啊，用对应比较的方式来替你说明咯。你看，胡蜂和蜜蜂站在一起，就可以马上比较出来它们的大小咯。胡蜂的身材啊显然是大了一些。此外，蜜蜂在停下来休息时，翅膀啊是交叠在背上，可是胡蜂却是平放在身体的两侧，也是很明显的不同地方。还有啊，在蜜蜂中胸翅膀旁边长有片状的尖板，胡蜂却没有。最后啊，我们再来看看它们的后脚。胡蜂的后脚呈圆筒形，和蜜蜂不太一样。而蜜蜂的后脚尾端是扁平的，而且啊能吸带花粉，这啊是胡蜂所没有的哦。怎么样啊？看了它们外形的比较，可以知道它们啊有很明显的差异了吧？哎，是啊，很明显啊。可是胡蜂彼此之间的外形也都不一样，怎么可以用外形就认定胡蜂和蜜蜂不一样呢？对不对呀、啊？哼，你啊，就是鸭子死了嘴还硬，死都不肯认输。好嘛，那我只好啊，从他们的习性来介绍咯，这样啊，你就没话说咯。哼，开玩笑，要显五百遍呢，五百遍呢。这哪能随便认输啊，
哎哎，你在嘀咕什么啊？我要讲他们的习性咯，你可要专心听哦。胡蜂啊和蜜蜂同属于社会性昆虫，不过呢，胡蜂他们的社会性组织没有蜜蜂们那么严密呢。他们啊也和蜜蜂们一样会修筑巢室，整个族群共同生活在一起哦。然而不同的胡蜂修筑的巢室各不相同，有的胡蜂啊他们的巢穴像莲蓬头，他们呢是由中间以同心圆方式修筑而成的，有的呢则把巢穴修筑成叶片形，由巢柄部分向下修筑而成，更有的胡蜂啊会把巢穴建得跟个大公寓一样，外表看起来圆圆的像个鸡笼，外围是由中罩型的纸质巢包裹着哦，里面啊则是一层一层的公寓式巢房，这些公寓层数不一，有六层也有八层的，而每一层巢房啊都是由六角形穴室所组成的哦。这种六角形的穴室是所有胡蜂巢房的共同形式，它们在修筑时会利用触角来量长度，以免建出来的房子啊不合乎规格呢。胡蜂筑巢的材料和蜜蜂不大一样哦，蜜蜂啊是以工蜂分泌蜡片所建造而成的，可是胡蜂却不同哦，它们啊是咀嚼食物纤维、半合唾液和泥土所建造出一种纸质的巢穴，两种巢穴巢质不同呢。胡蜂的巢修筑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自己享受，也不是为了储存食物，而是啊为了养育后代而修建的哦，也就是说主要啊是用来当作育婴房的。胡蜂们即使在下雨天也不会住到房中，而是像这样窝在蜂窝旁休息呢。这些巢穴只供蓝宝宝们居住，蓝宝宝啊是用粘液粘在墙壁上的，等它们孵化出来之后，负责育幼的工蜂们就会以蜜露或是花粉来喂食它们哦。负责喂食它们的工蜂这个时候啊就会到花间采蜜，采到蜜再以嘴对嘴的方式来喂食幼虫，而到幼虫稍微长大一点以后，工蜂们啊就会到野外寻找昆虫来喂食它们，有的时候呢它们会找一些腐肉为食，把肉咬下嚼碎后再带回给幼虫们吃。有时候有些种类啊则会抓一些毛虫为食，它们在抓到毛虫后不会把它整只带回，而是把它们咬断后自己啊先吃饱，再把剩下的毛虫嚼碎成肉丸，剩出来的肉汁呢它会先存在胃中，回到巢中啊再把它涂给一到三龄的幼虫吃，而做成的肉丸在做成一定大小后，它就会把它带回巢中喂食四龄和五龄的幼虫。小迪啊，说到这里你晓得胡蜂和蜜蜂哺育的食物不同了吧？哎呀，这个简单谁也知道嘛，蜜蜂都是吃蜂蜜长大的，和胡蜂吃肉丸以及花蜜长大的完全不一样呢。哎呦，一副好像老早就知道的样子啊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还知道他们啊还会抓什么虫来当做婴儿食品吗？抓那些蜻蜓啊、螳螂啊、蜈蚣啊，对不对啊？哈哈，你说的可是大错特错呢，胡蜂啊不要被他们抓就算不错了，至于啊他们会抓什么虫呢，还是我来告诉你好了。哼，又要唬我了，我倒想拆穿你嘞，你说吧。哼，好，那你就通通耳朵专心听我恭候一天啊。嘿嘿，刘姐姐你快说啊，我在等着拆穿你嘞。其实呢胡蜂啊还会抓些什么昆虫来给幼虫吃，答案啊很简单哦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啊和你讲过的啊，抓蜜蜂嘛。啊，
哇，上个当了，我都忘记了。胡蜂啊，抓起蜜蜂来可是凶狠的很哦。他们啊，常常会到养蜂场旁等待，在半空中用飞行的方式捕抓刚采蜜回来的工蜂哦。他的飞行技术高强，看到目标啊就奋力向前捕抓。然而失手的时候也很多哦，一个不小心啊就会被蜜蜂合抱攻击，而命丧黄泉，成为捡现成的蚂蚁他们的食物咯。不过啊，大部分的胡蜂还是都会抱着一只小蜜蜂回去的，当作他们虫宝宝的礼物，让虫宝宝吃了以后早日长大。胡蜂们除了会捕抓其他的昆虫为食外，他们啊彼此之间也会互相捕食呢。大胡蜂常常会跑到小胡蜂的巢中，把小胡蜂的幼虫抓出来吃。他啊把它抓出来以后还不立即带走，而是明目张胆的把它在原地咬成肉球。这时站在一旁的小胡蜂吭也不敢吭一声，乖乖地待在一边。他们啊自知不敌，所以呢没有像蜜蜂们一样英勇的抵抗。小胡蜂啊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呢。在大胡蜂把肉球带走之后，站在旁边的小胡蜂一个箭步走向前，把剩下的肉球一口一口的也吃了。好一个肥水不落外人田呐！幼虫在工蜂的喂食照顾下逐渐长大，最后会化蛹孵化成成虫，然后呢加入工作的行列。胡蜂们经过一个夏天的忙碌后，到了秋末，工蜂们就会纷纷死去，而剩下的胡蜂呢也会逐渐散去，只留下一个空空的蜂窝。这一点啊和一个巢会利用许多年的蜜蜂也是完全不同哦。蜜蜂们会储存食物越冬，所以啊到了来年它们仍然会住在原来的巢中，快乐地生活着。小皮啊，看我这么详细的分析仔细的介绍之后呢，你是服气不服气啊？啊，不气啦，我这回啊算是心服又口服了，绝不赖皮。哎呦，真奇怪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干脆啦？有阴谋哦。哼，我一向都是这么干脆的耶，怎么会有阴谋嘛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哦，你答出来我就马上写咯。好，你说啊。胡蜂和蜜蜂都有真会蜇人，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比较怕胡蜂而不这么怕蜜蜂呢？问得好哦，这个啊我得详细的为你分析咯。你看经过放大的图形啊，我们可以看出胡蜂的刺倒钩比较少，而蜜蜂的蜇针倒钩比较多，所以呢胡蜂的刺啊刺到被攻击者的身上后能够很快的拔出，而可以连续的使用，不致断裂造成本身受伤。可是蜜蜂的刺由于倒钩比较多，所以呢在刺人以后本身刺针、毒囊甚至于部分的内脏都会被拔出，而造成本身严重的伤害呢。因此啊蜜蜂在蜇人之后不久就会伤重死亡。由此可知胡蜂的体型大、毒液多又可以连续蜇人，危险性啊自然比蜜蜂大多啦。好啦小皮，这啊就是原因咯，现在呢你得认输了吧。哎，没问题，大丈夫说话算话，我认输了。哼，我认输了，现在就开始写咯。我看啊这一写大概啊也要写到明天早上咯。哎，我不陪你咯，我要去看电视咯。我也要看，收看起来啦。你不是要罚写吗？看什么电视啊？我写完了，写完了。嘿嘿，什么写完了？哪有那么快啊？
我看。啊，我是杠子头500遍。好啊，怪不得你今天会这么干脆，原来啊你耍诈哦。不行，烂题你这样写。嗨，不管不管，狼叔就是说罚写我是杠子头500遍的，现在我写好了，你没话说了。赖皮赖皮，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，小皮啊是赖皮鬼哦。哼，我才不怕呢，我还想把小皮的名字改成赖皮呢。我最讨厌赖皮鬼了，从今天起啊，我的漫画书、电动玩具还有啊卡通录影带通通不借给你了。哦，还好还好，电视游乐器没有列入哦。对，还有电视游乐器，你啊碰都别想碰。啊，刘姐姐，那我错了吗？你最宽宏大量了，下次我不敢了啦。不管不管，你自作自受。啊，好吧，那只写100遍好不好？不要谈条件，我不理你了。我要跟小朋友说再见了，小朋友再见了。哎呦，那只写200遍好不好？